虾皮店到店。那个要领店到店的是要怎么？是需要提供什么东西呢？电话号码吗？还是？六安木三码。五七七。五七七吗？对，五七七。贵姓？李小姐。没有姓李的。嗯？对。那是王先生吗？也没有，是姓许的。嗯，不是呢。对。五七七呢？电话的末三码哦，不是订单。嗯、你要看那个收件人是的电话号三码。那如果那另外一支电话，好，八五七呢？八五七，你说姓什么？王先生。没有。也没有。对。奇怪，好，我去问一下。好，拜拜。